猪蹄子。好解腻啊，小龙虾，小龙虾，今天晚上有小龙虾啊。好大的肉啊。各个都有花。好烫啊。今天晚上直播吃这些。牛奶麻辣烫。鸡腿掰一个，掉了。今天直播吃这些，这是乳酸菌小面包。好好吃啊。这是火鸡腿。我觉得普通的鸡腿比火鸡腿好吃。这肉有点柴。今天吃烤肠，黑椒的，然后这是原味的。小龙虾、刺身、寿司、爆浆蛋糕，这个是豆乳味的。这个是螺蛳粉，然后没有放调味料，这是拿大米做出来的粉。这个是雪媚娘。然后我们先吃个烤肠，看起来也好吃。这个是黑椒味的，一咬里面都有汁儿哈。好好吃，原味的我觉得更好吃。这个看看，99%的肉，只有1%的淀粉。冰淇淋化了，
吃的牛肉牛排骨。韩国部队火锅，沾一下这个汤汁。小香肠，这还有蟹肉棒。这个3月20号晚上7点钟直播，然后有这一款，超级好吃。还有拉面、乌冬面。一份够2到3个人吃，喜欢来直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妹妹，今天模仿各国人吃。小黑粉第一个模仿日本人，こんにちは、いただきます。美味しい。就韩国人，안녕하세요。Hello， 宝宝们，今天晚上吃这些麻辣烫。这样都太好吃了。